别妄想了，朋友，我是不会让你进来的。你以为你缩在墙角求我就没事了？光天化日之下，你赤身裸体，难道就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吗？啊，知道还不走？非等着我动手把你拎走是不是？我数到三，你再不走，我就真动手了啊！一、二，放着我来。你说你这么大一个人。 那么小一只猫咪，你叫什么劲呢？谁让他天天堵着门口啊？进不来，出不去的，人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店里闹耗子呢。闹耗子还长那么瘦吗？你看他站都站不稳。哎呦，真是小脸瘦的。哎呦，他那脸还瘦，比你脸还胖呢。找点你。好，您喂，您吞，撑死你！ 腿给我垫麻了，还不理他啊！吃东西，不够咱们还有。乖。于是啊，这只猫就活了下来。3个月以后，竟然被它混成了一代猫爸。光叫唤两声也就算，这两天也不知道跟谁学的，开始晒老鼠干了。啊！都晒到那儿了呀？你不知道啊，屋顶二三十只啊，全须全有的。你消声一点。客人。 实在不行，直接下点药不就完了？不可以吗？无鼠啊，猫有9条命，多死一条还有8条，抓紧报仇的。哎，子不语，怪力乱神呐、啊。子是不语，他不是不信呢。关于这点，你曾经约过的。别圆，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干掉那只猫？我第一件就是先礼后兵。这猫要是别人救的，你还会是这个态度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先请他。吃力吧，吃力。我跟无双。 他都走了3个月了，所以你才舍不得杀那只猫呀。见的那只猫就如同见了无双本人。你还帮我逮过耗子呢，我见了短腿耗子就如同见了你一样。什么？我不是耗子是吧？那还是只短腿的。不是我说，秀才说的。可喂那猫去。讨厌！冬梅，你听我说，我这个意思。你给我走。走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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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咋整的？没事，不小心撞门上了。哦，能同时撞2只眼睛，而且撞得这么均匀，这么圆润。不愧是观众。你要再说回来，坏了，赶紧干活去。调皮，用这闲工夫赶紧想一想，怎么样对付那只猫。你睡觉的时候把门窗都关严实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哎，你们都知道了吧？ 知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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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了。你怎么的了？你低调低调，你快说吧。说呀，你才华贼呀！啊，把十八里铺都给祸害遍了啊！前两天刚到左家庄，这小子腿脚太快了，没人见过他的这面目。受害者也没见过，没有受害者啊？这小子虽然说武功不错，但是经验不行啊。每次还没等下手，受害者就喊起来了。 哎呀妈呀，真笨！放点迷魂香啊！是啊，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那三辈人女儿的亲，饶养容人！钱钱钱，没给钱！你结婚了？我砍了你们！快快给钱！你啥意思啊？普通老百姓谁知道迷魂香？武侠小说里不都那么写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呢？你不认字儿啊？嗯，不是，小六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的意思是啊。 你脑袋废话，脚踩起来，我有脚气，抬起来。那个，算你小子命大。啥意思？那个才华贼是个穿管靴的，脚后跟还各镶了一个鹌鹑蛋那么大的翠玉。哎呀，这小伙挺有钱呢。帮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爷。钱钱没给钱呢。 大宝，大小，你啥意思啊？废话，你怎么知道是小伙？你废话，女的能当采花贼吗？啊，都留点神啊！遇着穿管靴的，及时向我报告啊！那六，刚才过去一个，我照顾好我七舅老爷三班主女和他便宜的丈母娘，哪儿跑去？哎呀！
我先去翻墙过去，你们晚上有事干自己做啊，跟到我了啊。好了，就领导用啥用嘛？当然有用了，只要他一推开窗，叮铃，咱立马就能听到。那么还是有违宪的吗？ 人家不是说了吗？不祸害黄花闺女，祸害也没关系，咱们有机关的吗？那贼要不坐窗户咋办？不可能，从门进来那叫强盗。有啥区别嘛？当然有区别了，我们贼靠的是技术。哦，你们贼。他们贼靠的是技术，而强盗呢，靠的是蛮力。这和我们，呸！ 这和他们贼差远了。你有没有当过菜花贼？我跟你说，贼分很多种，我属于飞贼，互相我们不抢行。发个誓先。发啥誓？在我的偷盗生涯中，从来没有采过花。本人郑重发誓，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从来就没有采过一朵花。不要偷换概念，跟我说。站起来。 本人郑重发誓，在我白展堂的偷盗生涯中，才能放个彩头。不行，在我白展堂的偷盗生涯中，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一个女性，除了我娘，你娘可以，也没有进过任何一个姑娘的闺房。你净扯，那怎么可能呢？ 最好的珠宝一般都藏在闺房里。哦，前前后后都进过几间闺房呀？我给你尝尝啊。府远将军府，一间、两间、三间；康王府，四间、五间、六间。哎，去去，小心！小六不在吧？不在。哎，你手里拿的什么呀？ 耗子药，这么大一大包呢，别说猫了，老虎也给它放糖了。真忍心下得了毒手啊！猫命很无辜的。这话你留着跟耗子说去吧啊！出去！是你自己没问题。你俩在这聊着呢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一不小心撞门上了，有点酸，但不是很疼。呦呦呦呦呦呦！能把鼻子撞得红而不肿，酸而不疼。 不愧是传说中的道圣。哎呀，你先管好你的熊猫眼儿吧，免得出去了让人当国宝给逮喽。呦呦，谢谢关心哈，红鼻子道圣，那是应该的，四眼书生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别吵了，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大嘴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想啊，被自己所喜欢的人争风吃醋、大打出手，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，那也不能动不动就打人吧？啊，不是。 说，好，就算他是个好意啊，他不能老是这样啊。其实我觉得小郭真是挺好的，是吧？又实诚又仗义。对，我没说他不好，可他凶起来，人无双就从来不发脾气。哎呀，无双那是蔫坏，看起来老实，其实人品一塌糊涂。是，你说哪有小郭那么大气上档次啊？那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 我是无双的师兄啊，他那点破事，他那点小九九，我能不知道吗？怎么跟人小郭比，那么大方，那么有层次啊？是你，我俩还曾经共过事。我跟你说，无双简而言之就用一句话就可以表达了。说，他不是个东西。谁说无双不是东西了？他就是个好姑娘，又贤惠又善良，而且他特别有爱心，处处保护小动物。你再说那郭芙蓉，小郭动不动就动手，一着急就上火，啪啪啪啪啪啪。 A 型、B 型、O 型、AB 型全都有，太血腥了！这个世界暴力太多了，我们就是要反对暴力，我们这个系的主题就是反对暴力，可它处处是暴。我现在一想到他，我就毛骨悚然，我甚至就感觉他站在我的身后。看见没？你们是看不见的，我已经出现幻觉了。我们看见了。 不是幻觉，是真的。
是用来对付采花的。哎呀，我问你啊，太狠了，不狠点他没有记性，是不狠不足以平民愤。对，放心吧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动手动脚的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赶紧去找你那既贤惠又能干而且还特有爱心的无双去吧，那只猫你也不用杀了，以后啊你就搂着它睡好了啊。福妹，葛无恩。葛无恩什么意思？啥意思？我知道，滚，我滚，我滚。注意吐字归音，我说的是滚。我试试啊。